刷特刷的。哇，我原本想刷，结果神魔比我还重要。是这样，这几天打太多了，活动都没有刷，活动快结束了。好，行。再不刷就不能刷了，剩两天了。拿那个打他的，把打死哦！拿一指甲。我就是狂打指甲，都有破坏啊。啊，我来，幸运的采集生物博士。我今天有没有想说晚上你去跟他们打，我要去拍照的，不然的话那个照片的成就不知道怎么。哦，他是写说要拍完成部分的，我想就是拍个十几张应该就够了。然后你是只要有拍就好，还是有要拍精的？就是那个完成另外一个，第一个是首次拍照嘛，第二个是好像是拍多少的。哼，哎呀，我有第二个啊，第一个拍的我已经过了，就是。都各拍，有拍到就好的。哦，你说那个三颗星星还是什么的？嗯，有一颗两颗星就有的了，还是你要全三颗星的？全三颗星的是什么意思？全三颗星的有成就啊，啊，只要有拍过的话也有成就啊。哦、然后拍第一张的就有成就啦、啊。哦，我要是全三颗星的成就啊。哦，可以。拍第一张那个我已经解完。大家晚上好，哇，好多人留言，我看一下。嗯，这是谁？空宇安安、雨辰安安、星星安安、小子安安、YIEN 安安、水里安安、叶安安、夏云安安、夏云安安。哦，啊，我今天。大过年的，我想说，你知道什么牙？有了，我有爪了。你看是不是？啊，果然是你进来的关系。是不是插了四级珠子过来的？哈哈。CWT 不会去喽，留一本专，因为病毒怕病毒，也应该说，不要拿生命开玩笑。对啊，已经确诊五人了，台湾。对啊，而且还有从大陆回来说要去参加 CWT 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很屌哎、欸。CWT 啊、欸。很屌。哎、欸，你回来？他说十点。谁十点？你呀、啊，啊，八点到十点呐、啊，啊，七点之后，七点到八点有空啊，赶快、啊、我们来刷每日啊。靠，我穿火了，当你。手。Hello。Hello。哎、欸，今天有送大感谢票哎、欸。说了，出团，我们四人了，刚好四人、啊、出团。关。快点，在八点以前完成。哎、欸，我完成了，陆上护台地。北蓝哦。没差，那个我去，我自己打，我去打猫西龙。没有啦。古龙那就打。等一下。陆上护台地的古龙也只有麒麟跟宁波啊。对啊。啊，不然要陆珊瑚也有牙龙种跟兽龙种啊。可是他不是要古龙吗？不是啊，还有另外的任务有兽龙种啊。哦，兽龙种跟凶爪了。对啊，不然就是凶爪，陆珊瑚的凶爪、啊。可以啊。对啊。需要凶爪。看你们谁有，看你们谁有那个力战的拿来打、啊、那个指甲。我有啦，可是不是在陆珊瑚。陆珊瑚。目标。你
有啊，我有胸罩。好啊。对，打你多。对啊，要活着才能继续玩魔物猎人。没错。昨天是这样跟他们说。我活着的愿望只是能看到猎人结束的那一天。早就完结了。这样就不会死了。好了，我接了。看到了，我来了。快点，我们剩不到一个小时。时间快到喽，是不是要继续购买你的指数啊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去投币的网咖过哎、欸。我是也没有了。你看到很多人说啊，那是童年呢、欸。我说啊。今天我去问说高铁票怎么退的时候，然后隔壁这个阿姨就拍了我肩膀，她说：“哎、欸，弟弟。”我说：“哈。”她说：“你长痘痘也很好看呢、欸。”我就啊，不是因为我想说去买痘痘贴好了，因为很久没用了。她突然拍了我肩膀说：“弟弟，你长痘痘也很好看呢、欸。”我就没有理她。哦哦哦，啊，不用买痘痘贴了啦。各位，嗨，我们的凶爪龙被恐暴龙叼着走了。哦，是不是我那时候看的那个画面？那我们可以挂在藤蔓上，看他把凶爪龙打死吗？打不死，他伤害很低。我恐暴有六万血，哇靠！哇靠，对，忘了开，好扯哦。然后听到叮一声哦，叮。好，看血量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，我对啊，我那时候就这样子看他一路飙车啊，我就超好笑哎、欸。雅你看，珊瑚娘摔过来，你要灵力啊，雅致没有用啊。啊对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开干开干。哎，怪力种子，鬼人要大。硬化种子，耐力种子，硬化要大。我靠！没事，没事，我吃错了。他刚因为被叼起来，他很生气。对啊。他直接怒哎、欸。嗯。啊，也不是我们叼他啊，是我们生气。你们在旁边看戏。直接怒哎、欸。我挥刀挥了几下都没砍到，我还在吃东西。老学长来了，老学长要教训学弟了。Max， 、欸、我跟你说，我昨天超虫棍很会骑哦。我警告你。他的意思是说他玩的比你好。嗯，我讲真的啊。我讲真的啊。我完了，那是要嘴爆你啊！你玩超重棍哦？啊，你玩你用急哦？没事没事啊，在你们印象之中，我就只是个会拿锤子的人。
苹果咬一口。去哪啊？掉车，他哦，跑去追番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！哎，你怎么还不走？那只小猫在旁边看。它也想来看戏。还不走是不是？那就只好用它来啊撞我。用它来撞我？哦。哎。哦呦！我看到什么？是龙打下来的还是你们打下来的？我没看到人在空中哎、欸。他们打下来的吧？哦。哦，我以为是被青龙拍下来。想说大学长这么凶，一来就扒一巴掌在他脸上。青龙还可以再撞一次。他要走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在起飞？嗯。啊，那我就不动。哎、欸，撕裂的，我在。没有，我在蹲呢，我在蹲呢。我在蹲了。好了，你可以不蹲了，输出，我帮你吃。哎呀，不对，你是谁？哎、欸，不是不是。学长，我看到凶爪瞬移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其他人呢？哦，对，如果我、如果我直播到一半突然断线还是怎样的话，那就是我网路断掉。我最近网路很奇怪，干什么？回去叼肉？对啊，先叼肉再走。倒了，等下被我破部位。我要行灯鱼大、欸，可恶！虽然抓了很多只了。我也是要抓坚硬竹甲鱼大，然后之前不要的时候抓了一堆，现在要的时候一直都抓不到。这很机车啊！那些都在等任务已经挂了，嗨！我的天！给了我也帮忙大大，可以。哎哎哎，好，有话好好说。哎、欸，没事。他很好，他很好，他很好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最好啦！他踹到你们！屁嘞！我抓个羊，突然发现我被打掉。看我一不顾羞。又要咬了哦！你刚刚咬我啊！好吃好吃，它叼起来了，它叼。哎、欸，他想跟我分享啊！哦，好吃好吃。我不想跟他分享，我不啊。这时候还可以撞吧？哎、欸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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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哇，880滴。哇，442滴！哇、哦，好痛，好痛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被他的武器锤死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是，不是，不行，我在中大便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能抓他哎、欸！好强哦，免疫！欸、有了，我抓上去了，他要走了。他把他的武器留下来了。掉落物，那是他掉落物。武器跑掉了。掉落物还会动，掉落物拿着掉落物跑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你们的，哇，你们的护甲是下降再下降的哎、欸，下降再下降。对，你们看那个，你的盾牌是两个箭头朝下的哎、欸。对啊，是被降到最低的、啊哦。好好，我降回来。我刚防御力升700，直接被降了200，超多的。受残。不是我这边的，不能拍，不能拍，不是这里的。
你是大野狼，我让你进来。没有情面毒爆弹，什么都好。给我下水！掉下去了。这画面真的是很恐怖哎！哦，三趴，哎呀！哎，两趴了，看有没有要抓？我没有陷阱哦。我是全身都是粉尘的人。我想到了，全身都是。对，我全身都是鬼人粉尘啊，硬化粉尘啊，鬼人药啊，鬼人种子啊。我是。你是吃的粉尘果实？我是止血果实。粉尘人。他是止血果实，真的他妈的！你有看到我当照片吗？直学士哎、欸，有啊，我有看到直学士，我又浮夸了，超级尖，超级摘植物，我好想要一颗，巨魔很好用、欸，巨魔我没在摘植物哎、欸，我有在摘、欸，投石，炎魔攻击猪哎。凶爪两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也、欸、很快、欸，再一只。调查凶爪，更换道具。道具袋，跟变排序，粉尘，我的魔物停止运作了，还好没开始。他直接有你离开了、嗯，他直接卡住，然后跳出城市停止运作。哎、欸，跟我那天一样啊。Okay. 完了，他今天有更新东西，他不会是更新来搞我的吧？他今天有更新吗？我今天有看到有下载档啊，我今天开机打开 Steam 有看到他下载。哦，好吧，就是修正。有哎、欸，228.7没。他一修就搞到我了，太厉害了！抓到你喽！米兹给达 ，fix path， blah blah blah， 看不懂。blah blah blah， 那我们先走吗？好，我们上来。啊、，Nice 也被抓走了。猫猫，猫。猫，哇！你要叫我啊？不是啦，他家的猫啦。聪明。奈斯呢？奈斯呢？奈斯被抓走了。我去厕所，等他个一两分钟看看。跑去记录档那边打安安 ，Hello。跑去记录档打安安，自在 Hello。自在 Hello。
我可以投稿那个《魔物猎人欢乐时光》那个钩爪十八。哦，可以可以。白丝真的不见了。他被超虫棍气到了。哇！完蛋了！你刚刚那句话激到了他去做别的。他唯一能会的就是超虫棍，我还激他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又在这边。哎、欸，那我直接吃喽。啊！啊啊！八八八！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这位置怪怪的。嗯。左边、啊，你怎么不动？我刚才回讯息。可以可干呐、啊。好、啊。这时候不能骑不是吗？对啊。看来原本把它放下来、啊。直接丢大便来了。哦，可以骑啦，但是没办法影响到他。而且我的防御力为什么已经上发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防御都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而且受残组比较好，是只要接近他就帮忙打，不用骑乘什么的。前面族人是啊，哦是哦，对啊，我以为都是要撞倒，只有那个要帮你抓东西的那一只才是要骑的。看来大家都是耳鸣一族了呢。啊，没错，我们耳鸣一族的非常厉害、啊。嗯，里面跟猪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在侧边。自己断技，学长那里不行。哎呀，学长还甩我。哎，学弟。学弟去掉落走了。哎哎哎哎！学弟想起了有仇要报，现在不适合谈恋爱。哦，他在水洼那边。隔壁。快逃啊！哎、欸，黄鹿恐暴龙大惊哎、欸！怎样？要练是吗？你 有想法、啊？我是 OK 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 OK 啊。来，回归球先丢起来。走走走走走。满了吗？还没啊，你要赶快进来啊！一个球，当是要抛弃奈斯的意思吗？奈斯没回来啊。在区域比较近啊，排序怪怪的，怎么在这里？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？还要走掉了。
然后昨天我在采那个采草的时候，发现红猴小金，但来不及了，太慢看到了。黑红。太慢看到了。哦对，黑红。到了。好。哦，自己还在混啊。这里好可怕啊！这里是恐怖片区域吗？这样。它真的好大只哦。难怪刚刚他在咬学弟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哦，也太惨了！哦，是在哈喽。呜呜呜呜！他头好大一块啊！我们的兽龙总就是你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你了。你够配我们的兽龙总。我靠！你直接穿过来。他抬尾巴的时候，我根本捉不到。哇，刺激！只能戳他小脚脚。我再撞一次哦。还去撞吗？他愿意让你撞吗？我愿意，他也愿意。他在咬谁？他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？咬啊不！他看起来不好说话、啊。他不讲。哎、欸，很难沟通哎、欸！你怎么把他骑走了？我去跟他 talk talk 啊！好好好好好。他竟然抗拒我！太会甩了吧！停住了，停住了！我竟然挥不到尾巴哎、欸！对啊，就是说他的尾巴超高哦。看来就知道断尾是有点难的。哎呦！哦，原来白痴哦，我以为我勾到他，原来是被自己咬到哦。哦，滚船来了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感谢。哦然后他这个状况就是很像，他使用瘙痒攻击也会把人家抓死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先看神奇宝贝特别篇，请假王使用瘙痒攻击把皮卡丘抓到受伤。不愧是请假王哎、欸，会请假的都很强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可怜啊，会请假的都很强。哎、欸，我被咬了！你攻杀！长枪真的很烂哎、欸，他的防御还会被咬，明明是绝对防御。
真的设计不良哎、欸。那绝对攻击啊！矛盾大对决。嗯。是。什么都防得下来的长枪跟什么都会吃的嘴巴，什么都可以破的咬咬，咬咬，使用咬咬攻，使用咬咬攻击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吼哎、欸，加油！他现在血量跟大凶彩龙一样，不吧，凶爪龙一样了。大凶彩龙，我想到大凶彩龙应该是3万的，凶爪龙是多少？你还没有跟我讲过，凶爪龙原本是49000，现在是29000。他现在血量比凶爪龙低。哎呦，看得到尾巴的血，尾巴差多少？我才能把它堵断啊？那是尾巴的血量吗？就哪一个啊？看得到尾巴的血量？不是，我以为那个是累积多少伤害的血量哎、欸。我要被吃了，吃的不错。啊！吃，够卑劣的东西，卑劣的东西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断了。预补预补，预判预判。哦，紫色那个才是尾巴的血量哦。他很不敢抓他的头，不要抓，不要抓，会死。他的头很危险。哎、欸，小心哦，他的武器来了，他们要合体喽。附身合体，甩爽没？那甩几次？那边好危险哦！有没有治疗烟筒之类的插那边也好哦。没带哦。武器走了，武器走了。去，武器走了。对。他是全全果实，啊、真的、啊？知道了，全全果实的武器。哎、欸，集成。啊。我屌挖一个尾巴。你用屌挖尾巴哦。没错。你不会痛哦。你有看到中间那个一个洞吗？哎呀！哎呀！你这样讲，我以后回不去呢，就像这个一样。不要以为你是女生就可以开这种黄腔、哦。对啊。怎么样？不要以为你天天看得到就可以这样哦。我是看不太到了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哇。哇，我讲错话 了。不是啊，平常。要被挤了。哎、欸，十八十八，抓抓抓抓抓！我没，我用陷阱吧，我有吧，我有吧，我有陷阱，我有陷阱。哎呀！啊，都回归球啊！回的不错，不是颜色太像了。哪里颜色像？不是，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！我又有色弱，我看一个红色，一个绿色，长得差不多。哦，你色弱。我色弱啊！我如果没有认知的话，我会觉得是同一个东西。笑死！我第一次知道你色弱的事情哎、欸。好了，武器在哪里？好了，武器在上面。平台。我看猫之翼伤害0%，怎么这样啊？那是坏掉了，刚打到现在。啊、他中途进来的吧，所以他没办法击中途、嗯。可是这伤害从刚刚到现在，江江打了4000，你打了3000，我打了2000呢、欸。还是因为不是打，就
那个主要的那一只啊？不可能吧？对啊，不太可能吧？现在嘞？哎有哎，你一千，现在才打到凶爪。哦，那就是哦，你记录。那你那个也蛮背的。也还好，因为这才是我们主要打的东西，他可能怕人家骗伤害。那你这样还看得到那个恐怖的血量？看得到啊。然后他没有记忆，他是另外的，对，血量归血量，伤害归伤害。嗯，什么防御没了？啊不不不不不！我怎么拿龙属性的武器戳他？我痛。我还想说拿重弩来补，可是真的不行。我只要切道具，我画面就不能左右动了。好背。哼，灭龙石，灭死你！啊，没事，啊，没肉干，不好意思。我蹲在草丛里，妥妥的。我刚刚想说，要打恐爆就把另外的东西放进去了。为什么我的猎杀还没结束？我明明蹲着。猎杀好像40秒吧。啊，你蹲下是加快三倍。走。好。好什么？吃饭了，是不是？回家求。会赶我先去。